各位同学，我今晚开始上课啊，请大家正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我来讲咱台湾国际地位要安怎正常化哈、那么，首先我甲大家讲一个，我今仔伫广播电台听到的哈。以前咱拢有讲，日本人转去了。换中国这批难民来台湾嘛，吼！啊，日本人迄阵日本警察咧管台湾足严的，啊，所以有人讲日本走，讲叫做教日本教去抵来，换中国抵来嘛，吼！啊，那么今仔一个故事就讲马英九吼，用安排去参观一个取缔的养殖户啊，啊，那么养殖户就拢。甲介绍环境，啊，让马英九先行。马英九讲：“啊，你先行，你主人。”我无啦，我当咧赶猪的吼，我拢对伫猪后壁。意思讲，伊拢对伫马英九后壁，马英九是猪啊。好，那么我稍微自我介绍，我那原住民吼，原住民，我是平埔族。马卡道族，隔壁地区是马卡道族，哈、OK， 来，来，阿能请来了解你的，哇，但点么跳只？那就紧哦，法律主权哈，不，台湾的法律的地位啦，哈。咱先来了解一下，简单小介绍一下。OK， 我拄啊，秘书长讲的，1895年，日本的天皇是依照下关条，就是中华民国咧讲的马关条，为大清的大皇帝摕到台湾甲澎湖，啊，这是国际条，是日本国跟大清帝国所签的啦吼。过来，1952年，日本天皇，日本的政府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放弃台湾甲澎湖。管辖治理权，你注意讲，的地上台湾甲澎湖地上管辖治理权。那么台湾甲澎湖主权要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，并无办过户，吼、无割让这个代志，吼、所以目前台湾甲澎湖是要搁伫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。但是因为美国已经伫1979年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所以即嘛是依照断交了说。美国定的台湾管理法，委托台湾地理当局，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代理管辖台湾甲澎湖吼。好，啊，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，好，啊，我简单提几项出来讲，我有整理差不多100条了吼。首先，咱就要先了解讲，到底咱是虾米人，咱的身份，咱的地位，吼，啊，咱是虾米族群，吼，这要了解。你若无了解家己的身份地位，你有可能会认错做老爸，吼、有错误的认知。好来，咱即摆先爱知影讲，咱到底是啥物族群，吼、伫台湾，我甲分两个大族群，一个就是高山族，吼、这个粉红色、浅粉红色这个吼，过来平埔族就是拢住伫沿海海边啊，这个浅黄色这个吼、那么。平埔族都十族啊，哈！咱为东北部这边看哈，宜兰才有凯达格兰族哈。那么台北地区叫嘛讲唔对哈，科马兰族啦。啊，台北地区是凯达格兰族哈。那么咱桃竹苗家和这道卡斯族哈，托卡斯。那么中部家的有较侪族伫遮，哈，有。巴寨哈，巴泽海族哈，还有帕普拉哈，帕普拉族啊，马布萨，哦，都中部都，迄个台中、南投，好啊，彰化这哈。那么嘉义、云林这有，这里有这红安雅族，有人讲这红雅族。那么上大族就族伫台南地区，和这西拉雅族哈。但是西拉雅族佫有另外两个支族。其中一个叫做马卡道族，我本身就是
和平地区的马卡道族。那么，佫有一族是大满族，就是即个八八风灾吼，叫别村迄个小莲村，因就合作大满族。那么，马卡道族是最近的社长庭咧做市长的时吼，有甲阮要纪念阮这个马卡道族，所以伫这个纵贯铁路的边啊，有新开一条路，叫合作马卡道路。好、哦，那么你若要记我这个马卡道族哈、哦，真好记。你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去做的，哦，啊那伊卡在平交道会下来弄的，包死的哈、哦。OK， 所以你得要了解讲，咱台湾有这两大族，一个高山族，一个平埔族。好、啊，阿咱咧讲平埔族卖看不音啦，卖讲矮咧平埔啊，我看不音，迄种较无不没有敬意啦哈。好、哦，比如讲咱咧讲车，车就较大只，阿、啊、那车就较细只吼，安、哦、尼。阿、啊、你莫讲哦，比如咱来讲客家人，咱就讲客人了啊，莫讲客人啊，好、哦。OK， 啊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啦，哈。咱族群之间虽然语言不同、生活方式、文化穿插不同、食穿不同，但是咱互相尊重，安尼较会趣味啦。我你看咱高山吼，高山因即马嘛十几种哈。那么因你看因的穿插，因的生活方式，跟咱平埔族就不同。啊，因服装作水的吼，拢足有花样的。啊！你讲当初来，咱继续日本人管哦。咱即马敢那开放观光哦，来外国人来咱遮佚佗了，咱就敢那探观光在，咱也探不完。咱就每去用迄个高污染、高耗能、那些石化的这个工厂吼，啊，就炼钢厂迄款的，足浪费资源的哈，各造成化学的污染。OK， 过来，你莫笑讲人啊，迄种平埔啊。其实，咱有可能你家己就是平埔族，只是你唔知影尔。吼、哦，你若把你的手弯起来，吼、哦，你只要有一条绳呢，这个特征你就是平埔族的。吼、哦，嘿，啊，另外，你看正手啊，还是倒手？吼、哦，你若稍微弯开，哦，安尼佫较实用。嘿，嘿，啊，马金。啊！你另外个你个脚的脚尖头啊，尾尖头啊，上细肌的咧，然后鼻唇咧，哦，迄嘛平埔族的特征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双眼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迄个轮廓较深的。啊，过来另外一个就是肤色较重，哦，都白无像白人遐白，乌无像乌人遐乌。啊，差不多红安尼超一大色，像我这差不多，像我这色个安尼超一大色个，哦，这做标准的。平埔族啊，哈，哎，我这行了过头的哈，啊，所以你莫笑人讲哎平埔啊，真有可能你本身嘛是平埔族的，啊，你咧笑人，哈，所以你要先把家己的身份创好清楚，啊，你若唔相信，哦，你会当即马 DNA 哦电脑分析足紧的啊，你开一万块去台北这个马街病院林玛丽教授，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。族群的 DNA 哈，我去鉴定就出来。你有占几趴荷兰的，还是占几趴北部族对一族哈，还是个南边高山族偌济，吼，迄种一定给你分析出来。OK， 好，啊，那来讲，是安那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，我、啊、这是拄啊秘书长讲的，咱是拢用比别的。伫1945年因来中国军来哈。了，伫过年1946年1月12日，用行政命令，甲咱台湾人拢总变更国籍，叫做中华民国国籍，啊，所以就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哈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因为1952年伫美国的要求，哈之下，要求日本政府爱甲中华民国来签一个台北合约，而且台北合约就是。因为中华民国无参加旧金山合约的签署，所以日本爱
单独佮跟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，吼、哦，就在那合约生效迄天，因签这个台北合约啦，吼，1952年4月2日，因签这个台北合约内底有讲，吼、哦，何为中华民国国民，就是讲，原来都有摕着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些人，佮包括以及，你注意讲以及，吼、哦，前属台湾跟澎湖的住民。现在还佫另外分一段，就是因尾下来台湾了，因遐难民走来遮，因本地就有中华民国国籍，啊，即嘛连走来到遮咧管咱遮台湾甲澎湖遮的人，好，以及前属台湾跟澎湖的住民，好，视同为一用即句哦，甲咱当作是中华民国国民，啊，其实呐视同就是毋是啊，好，马英九讲，我把你们当人看。其实伊的意思就是不把你当人看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模棱两可，啊，佫是真有迄个争议性的，伊用视同呢，哈、哦。其实视同都毋是，就敢若讲，你都一只狗，啊，我甲你穿西装、拍领裤带，看人嘛是要甲你带去火箭事务所，讲要请身份证。其实也袂进化做人嘛是袂使，哈、哦。好，啊、那么。台湾人是安怎无国籍？好、哦，就是因为1972年，即马换日本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，啊，即马即个建交了，即、這个台北合约煞失效，因为伊跟中华民国断交去啊，所以即个失效，啊、哦，啊，失效了，咱原底是依据台北合约内底第十条所讲的，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，煞消失的，啊、哦，啊，佮日本政府。1952年就把台湾日本的台湾人哈，哦、日本国籍，我甲取消，哦，因为法律甲咱取消的，所以咱变也无日本国籍，嘛无中华民国国籍的，所以咱必须定于2006年10月24日过美国政府的时，因为联邦的电话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，就是安尼来哈、哦，好，那么。台湾人的潜在国籍是什么所在？哈、哦，咱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？其实，咱的潜在国籍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。哈、哦，咱当初建后，咱无受到就是那和平条约讲像日本安尼哈，叫、哦、迄、那个麦克阿瑟，哈、哦，还讲是无叫麦克阿瑟，甲修改日本的明治宪法，伊甲明治宪法甲改做。和平宪法啊，好、哦，日本无对外有宣战权，嘛袂使有军队啊。啊，即嘛咱的潜在国籍只是大日本帝国哈、哦。那么咱得爱依据琉球返还模式，琉球1969年开始美，那个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要安怎，和琉球去等于日本，好、哦，啊，就是美国甲开工，你还佫赔偿我。3亿2000万美金，好了，日本把这条钱交了，因才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。在1972年5月15日，就交这个琉球返还协定，就等于日本哈。好，所以咱就要依照这个琉球返还模式，好，咱就一定等于日本了，咱就去一定恢复日本的国籍哈。好，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。欧美这边呢，较先进的，因是属地主义，就是你只要伫这个国家的领土，还是伊的飞行机顶，还是船啊顶，你若伫遐生，就是迄个国家的国民啦，哈、哦，的国籍。OK， 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你伫遐生，伫遐大汉了，你会疼惜迄个所在，哈、哦，你会融入迄个社会，无论你什么种族来，哈、哦，美国就是安尼。伊是一个世界种族大熔炉，其他什么国家的人来，伫遐生团，因都拢会认同迄个国家，因为伊一定摕到美国的国籍。但是，那迄个中国的系统吼，中国人系统伊拢用属人主义，所以亚洲家拢差不多是属人主义，就是讲拢用父系，吼，即个阿公吼、爸安尼传落来，无论搬去到底。马来南洋的印尼，还是马来西亚、泰国，因嘛拢自称华人，好、
啊，因就家己有一个社区，或者 Chinatown， 好、哦，啊 Chinatown 迄个所在就是讲，迄个当地上乱的所在，上泰哥，好、哦，变成讲因家己干呐顾因家己好呢，因在当地赚了钱，因拢要甲钱搁寄等于伊的祖籍地，好、哦，啊，就要等于遐起大厝，讲要光宗耀祖，哈、哦，所以较袂落地生根，袂认同当地。所以印尼的排华、菲律宾的排华、全世界拢的排华，就是讲，因这人干那拢因倒好得啊，伊无像后边人，伊会帮想要赚到钱了，要回馈乡里，还是帮助其他较善些人。好、哦，那受中国教育影响到，拢较自私自利。好、哦，就是讲阿妈较无公德心。好、哦，都因倒作清气的，啊，喷着拢往外丢。我都伫恁家赚钱，赚赚的我黄金财宝，我拢要摕转去我的中国，要落去归根就对了。好，我做这足歹属人主义了哈。好，那么咱过来研究咱台湾人的血统到底是安怎哈？因为你若血统弄无创无清楚，你会自认为讲你是中国人哈，你是中国来哈。有一句话讲，有唐山公无唐山妈，这听起来对哦。因为当初都爱身体用的，靠我都过台湾海峡吼。因为早期明朝尾啊，就已经海禁嘛，吼啊，大清就因为郑成功伫遮要反攻复明，尾个郑成功因为私人叛变，引清兵来打郑成功，因遮部将了，甲郑成功的。人该消灭的消灭了，有诶走去深山那咧掠无到，不管，剩下那掠拢搁掠了，等于大清，吼、哦，所以开始用海禁，就是讲无爱搁有大清的人走来台湾，搁看台湾遮郑成功遐残余的部将吼，搁结合个，搁要搁反清复明，所以开始用海禁，两百几年来吼，大清治理台湾就是用迄个限制的方式，所以。有法度偷走来，迄拢是有诶，就是海贼啦，啊，通缉犯迄类诶较侪吼。所以啊，伊那边来都爱查甫诶，吼、哦。所以讲有唐山公，啊，因为查甫一般较少讲要离乡背井吼、哦，所以无唐山嘛。即唐山公来台湾，都爱就地取材，爱带咱原住民吼、哦，无论是歌刷还是编播作诶，诶，女孩子做某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安尼。讲个呐，以逻辑来讲，啊，改成咱台湾人阿公拢死了啊，哟，台湾人大部分人拢死了，吼、哦，所以唔对啦。其实因登山来吼，拢专来，伊可能来咧，吼、哦，拢单身较济嘛，啊，没有家当啊，来一定是拄开始是做灯光啦，啊，若无头路就做乞食，所以人会讲号做罗汉卡，好不？罗汉卡就是讲按伊无厝。所以暗时啊，你拢去住伫庙，爱庙边啊，拢有迄个罗汉嘛。伫个壁下骹，伫遐罔困罔顾，好做用叫做罗汉卡。啊，咱台湾当初平埔族的社会是母系社会呢，妈妈这边、查某这边是靠权力掌握金钱啦、啊，吼啊财务大吼，迄、哦那个包括规个家庭拢伊咧花。啊，查某的算较高高在上。伊较有可能去，甲迄个罗汉卡来做伊个翁呢。而且迄阵，因咧讲牵手是查某的去看较缘投，还是较有才能的查甫去甲牵转来做翁呢，或者牵手啊，还是招翁啊，招伊来做我的翁。我咱咧，哦，以前咱有咧底下讲招，哦，迄个招罪啊，招婿啊。红椒啊，椒翁啦，椒翁，红椒啦哈，哎、啊，就是查甫的，给你招来做翁啦，哈，啊，变成讲，在安尼情况下，你讲要叫咱台湾人，台湾的阿妈讲会去招这唐山公来做翁，真困难。比如讲，伊今天生了作烟斗，像刘德华哈，还是金城武哈，哎，我无会讲，哈，迄爱着较惨死哈。那么唐朝公其实伊来台湾十个内底有六个差不多爱死在台湾海峡，因为迄阵准卸甲，
台湾海峡风浪真大，不是冰船一个冰船，规船死了了。所以冰晶有六个 S， 三个有留落来，一个个来遮水土铺也是讲啊，嘛无好趁食，去走动。那么这三个留落来，敢有影会活？咱来以牡丹社事件做例。日本明治维新了，吼去欧洲去甲德国学一寡陆军作战的这个技术，吼、迄个战略，啊无所在好用兵，拄啊无当下事件，就是琉球的渔民因为风台船迄个地面，啊遐渔民被上岸了，迄个南台湾的牡丹社的人，甲抬甲剩十二个，吼还有。那个台青的带你迄阵车上，还有一个钟头啊，怎啊想袂记？吼，因家和尚来到凤山府城，还佫佮送登去日本。那么日本政府就向台青抗议，讲是安怎恁台湾的迄人台湾的渔民？台青讲，哦，无咯，迄原住民吼，迄是化外之地，唔是我台青所管的。啊！日本政府讲，啊，安尼我要出兵要来派，讲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，就是讲你要伊个头啊无，恁个国家恁家己去裁定吼，恁、哦、哪要个头啊，根本无关的。哦，当然起兵来，结果日本兵来吼，伊、个正规军呢，差不多三千个，就为迄个车城、迄海边、迄边，或者一个下寮遐登陆起来。但起来了，当然拍赢，因为正规军啊，咱。高超原住民是用弓箭啊，还是单发的迄个简易猎枪，当然怕输。但是，我那箭甲好日本惨胜的对吧？我那日本人死伤真惨重，尤其伫咧胶着战中间，哦，迄两个月，真正日本兵有战死的，差不多无超过五十个。但是破病死的五六百个，因为敢那又蚊虫叮，又蛇咬死，水土不服，闹晒死。五六百，啊！你讲当初讲这三个老了，敢袂活？人日本伊是卫生水准真高呢，啊！所以这十个来吼，我看老差不多剩一个会当活在台湾呢，啊！所以当初讲足少的，吼、哦！你回来底讲有老当初讲的系统，一定足少的，吼、哦！那么古早的咱台湾阿公拢唔是安怎从外，咱原来想要提升自己。所以外来政权来，咱就学台青来，咱就学台青的话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即马咧讲的台语，其实嘛是外来语哦。你爱注意讲，如果咱讲是平埔族，平我马卡道族，阮的马卡道族的话已经无去啊，差不多剩两句话呢。一个塔靠吼，打靠，打靠就是用阮的族语，我讲得较足济吼的所在。因为阮平埔族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讲，阮伫阮个砖头四五年拢爱种个气铁，气铁会当起厝，会当做农具、做冰担、做菜篮、吼、哦、做菜橱啊，眠床拢叠个眠床，有无？那么塔靠就是拄啊日本人来管台湾的时，用迄个塔靠拄啊日本的高雄港音，所以各种区的各种州就是安尼来打靠。啊，打狗是闽南话的音译，吼、哦，叫做打狗。啊，屏东就是阿狗，阿狗，嘛是闽南的音译，所以叫阿狗声。OK， 好啊，就是所以大清跟咱管两百几年，大部分人吼、哦、都拢学闽南那边，迄阵的官话是闽南语，哈、哦。那么北部这边的官话，大部分都有迄个广东的吼、哦、客语。所以你莫讲哦，即马讲客家话的，就是中国移民来台湾的客家人。咱讲台湾话，就是中国福建遐、闽南遐来讲闽南话，就是讲遐来祖先，大错特错哈！只是咱的主语拢未，拢已经丧失啊。因为咱拢有想要上进嘛，一定学外来较先进的。因为咱呢平埔族还是高山族，咱拢无文字，所以拢爱学。你阿想啦，简单来讲啊，中国人来台湾68年，你看咱今麦写呢，遐读幼稚园啊，国小，台语拢
他不要讲啊，因为伊出事都拢电视啊，拢迄个幼幼的节目吼，都拢讲北京语啊，吼啊下口嘛是拢讲北京语，啊即卖妈妈爸爸那较无台湾意识的嘛是堪咪拢用北京语咧讲，所以即卖较细人拢不要讲的，而且唔是歹处。另外日本人来五十当呢，我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受日本教育，因的同学来的，大家嘛自己写写个，拢用自己咧讲。好，啊，这就是讲其他的国家拿来甲咱管的是，咱都一定学迄个国家的语言啦，吼。都像清朝甲咱闽南话，吼，咱就讲闽南话迄边，吼，闽南的话也是广东话。啊，个四官四姓好难，你即马所有的姓，大部分拢是四姓哦，唔是你原地的姓，是大清为着要管咱台湾人，拢甲咱闽南话。讲啊，咱拢同款，哦，迄边移民来，树立姓，树立族谱，哦，这些拢假哦，哦，对，看日本时代，看咱台湾人华民话同款，哦，个人都爱学日本话，合作国语家庭，你那是恁家拢会晓讲日语的，伊个咧合作国语模范家庭，哦，比方税金可能会当减半，啊，有啥物较好的补助好康的？会得无？好哩，安尼吼。好，那么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嘛，保存了咱台湾人吼，不论高山还是平埔的吼，有85%以上原住民的血统。我这点足重要，吼。啊，咱个看吼，你看荷兰人来台湾，去有郑成功给拍败了。但是这郑成功嘛，赢了无介光彩，因为荷兰人迄阵伫安平，台南这个安平，迄阵差不多2000几个人俩，哦，因这个守伫迄个热热兰城。但是郑氏王朝迄阵25000个人来哦，甲围城围半年外，吼，甲尾啊荷兰都真正弹尽援绝，拢无物件好食。啊，郑氏王朝伫个因个啥外口。就地屯垦，就是你布丢啊，你建汉子，长期抗战搞咧围，啊，你内底啦无物件食，无水通食，你一定爱投降，好，所以荷兰人不爱走啊嘛，哈，好，那么郑氏王朝有施琅叛变了，引清兵来，把郑氏王朝消灭，郑氏王朝嘛爱走啊，好，那么我打进来，郑氏王朝了，台系的台系啊，台伯系的村内掠了，拢遣送等于大清帝国，那么大清帝国。中日甲午战争，吼，迄个算大清跟日本战争，输换大清这个人拢爱刷登去中国，对不对？迄阵日本人来台湾了，哈，大日本帝国来台湾了，差不多第十当开始，规个台湾全面人口普查，迄阵签这个，都开始签这个。马关条约有限两年的时间，和大清住伫台湾这人，你若无爱，和我日本人管，你伫两年来，你家你的家产拢白白的，你会当刷登恁大清哈。但是到1905年日本咧大破产的时，大清留伫台湾呢，迄阵唔是住伫台，就是该转的拢转去哈。啊！了个破产，迄条算伊来伫遮是做生意啊。迄阵大清的，迄阵那大清大清就变外国人啊。拢总差不多，迄阵的外国人差不多9000几个，大清就占差不多90%，差不多95%。哦，差不多8000几个人是外国人，大清的对伊日本来讲是外国人啊。哈、哦，但是大日本帝国。1945年8月15日投降了，美国诶，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叫蒋介石派部队来占领台湾，甲大日本帝国迄阵派来伫台湾的差不多300000人的军公教人员，包括伊的眷属，拢总甲遣送等于因日本迄四大岛，哈，所以日本人留了嘛少，所以换美国吼来了，你注意甲看。这顶管遮来管过咱台湾遮外国人，
是不是拢用遣散出去？所以咱的基因的作祟呢，就是安尼。好 ，OK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，今麦奈有作者乌安尼做甲乌做做，注意看这個。其实这内底伊就是日本人来户口普查，开始做户口名簿这个制度了。甲你调查讲，啊，恁家有几个人？啊，恁是啥物族群？哈、哦，其实甲你做乌，这就是中国人来了，惊讲知影咱的身世，知影讲咱是本土台湾人，会堪因袂合，所以要甲咱骗，所以拢甲咱做乌。现在这有你若拼不足，店员会写锁，哈、哦，甲你写一个锁。咱等于讲，人讲翻就对啊。平埔番，到过高山番，吼、哦，啊那苏番就是平埔族，伊甲你写一个苏，吼、哦，啊那高山甲你写一个生，都原住都台湾人各分青甲色个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啊其实番是对来讲是外国意思嘛，咱肯定不讲国音，该叫咱讲番，吼、哦，像讲咱咧。在前咧讲因荷兰人吼，或者红门番嘛，哦，因了有一挂那迄个那基因有留落来迄吼，安尼头毛红啊，啊，啲红门番，哦，因咧讲外国人迄阵拢有诶金头毛吼，红啊，一个小红红咧，拢讲叫做红门番，表示你在前因咧讲法番就是外国意思，哦，包括讲台湾有引进作者植物，哦，番薯、番薯。啊，就番啊姜，哦，这拢是番，就是外国来的哈、哦。啊，其实欢迎大家来做番呐，做番唔是歹代志哈，不要就跟咱跟中国无感觉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另外乌乌就是讲，你丧失你自己的母语，啊，你纯也要讲荷兰话，伊有可能给你写啥写福老话哈，迄、哦那个福，唔是你福建来哦，只是你也要讲。福建遐话，吼，闽南那边的话，啊，是你也要讲广东那边的客话，所以给你写广、福广，你马上给做哦。好，好，啊，这就是咱弄个错误噶，国家民族有滴个错误的认同吼，弄个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，对吧？哎，讲啊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啊！你记咱较早小学迄个作业簿后壁掀开，你来看，也拢会写一个“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”，好吧？啊，敢那做中国人，较堂堂正正；啊，那做台湾人，敢那歪歪曲曲的款，好、哦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拢甲咱骗啦，吼、哦！要引诱咱去做中国人，吼、哦！啊，甲咱的族谱迄啥，吼、哦，苏南族谱，吼、哦、啊，甲咱的迄个日本人的迄个户口普查。弄该做掉哈，啊！咱伊陈云林两千空杯，你慢慢就都要算到总统了。伊陈云林来台湾哦，慢慢就都怎讲头家要来啊？所以叫中华民国拢袂使挂因中华民国旗啊！哈，叫警察拢爱伊个飞行机顶要来，特别是规座路的闹旗啊，拢爱收收起。因为警察在收旗啊，在压旗啊。另外，中华民国都无爱，结果咱台湾人拢去个捍卫，吼、哦！啊，等到五千旗，伫台北市咧，咧游行吼，咧拍到举出来咧，带咧电的是，中华民国警察甲保护，甲惊日军的迄个枪支旗啊，都甲跳破放火烧，吼、哦！所以，安内当看到讲马英九的心态，就是讲，这个才是头家。好、哦，这以后伊要终极统一，因爸讲的。哦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旗啊爱收起来，爱压。啊，咱台湾人不要讲，人中华民国无爱的旗啊，咱因咧压咧收咧，但本质上，咱嘛爱对压对收咧，但本质上，咱唔是好，咱个叫中华民国旗啊，很好开工咧捍卫中华民国。啊，你看咱从教育到有，是不是头壳歹？好、哦，好，啊，过来用去年的伦敦奥运会你来看。本来伦敦奥运会伫因伦敦市只顶馆，还佫有下中华民国即个车轮旗的吼。
结果中国抗议，甲伦敦奥运会抗议，伦敦奥运会完了赶紧，因为这违反国际奥委会规定，照讲你敢来当下五环旗啦哈，或者奥运旗啦哈，结果所以这个赶紧收了，啊，但咱台湾人佫走遐咧电啦，佫甲中华民国其他佫在咧捍卫中华民国。啊！咱上有台湾味的电音三祖太祖，嘛是去遐咧发中华民国这车轮旗，讲咧爱台湾。啊，这真啊爱到头壳歹去啊！哈，这真啊爱头壳一空咧。哦，本来上有台湾味的，结果说有啥遐咧，哦，做迄落广告哈、哦。好啊，其实国家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哈、哦，其实是中华民国民进党。伊个台湾前途决议文，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哦，啊，你看，这个本来台湾跟中华民国是牵起来，啊，你即马安尼个创来说，拄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哦，以前李登辉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哦，这个古历也要看得到讲。中华民国本来是伫别个所在，啊，是即马刷来在台湾，这是干那临时性的，啊、哦。过来，蔡英文中华民国伊个前个主席伊嘛是讲，这是2011年10月10日，伊咧竞选中华民国总统、立委总统的时，伫高雄市个乐冈公园演讲的时讲，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。是台湾政府，啊，这赶快嘛是甲等于出卖台湾，吼、哦，咁，这顶晚头拄啊讲个即个，吼、哦，阿边个迄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赶快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本来讲你来要卖台湾，无嘛卖一个较好个介绍，即马连卖都无卖用送个，直接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所以这有够假啦个，啊，即、这个。民进党是咱台湾人足五万个，啊，内底全律师，吼、哦，苏贞昌嘛律师，谢中廷、陈水扁拢律师，竟然即款个逻辑创袂清楚，这有食力无？我这哇，赢马英九赢无介济呢？我来讲，过来讲一个马英九个故事。伫美国咧开即个外科医学。外科这个学术研讨会，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我的专家个名医吼，拢去遐开会。啊，拄啊三个吼，一个日本的，一个美国的，一个台湾的。伫迄个喝下午茶的时间吼，喝咖啡的时间，就伫遐开讲。哦，啊，日本的这个起来臭屁。阮日本的这个手术吼，即马偌厉害呢？阮十当前，阮就吼。有一个囡仔吼，国小五年级吼，伊有火车到一个，十个钟头拢脆，阮用显微手术甲接倒转去吼。十年后，伊参加这个世界钢琴比赛吼，得前三名吼，表示讲好，这接了拢作顺的了。哦，比如讲，你到啥？然后阮美国吼，十年前嘛是一个人车祸。卡断去，尾爱截肢。阮用鸵鸟的迄卡甲倒去，人奥运得冠军。啊，台湾这都在笑，美国家己讲，啊，恁是恁台湾的医术怎么安怎？就起来臭屁哦，哈、啊，恁的无啥。那阮二十年前吼，有一个40岁的个青年吼，当用，我那车弄得他个鼻里吼，脑髓拢。抓出去，哎、啊，长个都拢脑死啊呢！阮甲开刀吼，甲这低脑吼，甲移植入去吼，人即马伫台湾咧做总统，你猪脑袋，迄就是咱今仔咱大家遮艰苦吼，就是安尼来，呵呵，小话卖去讲咧，好嘞，无笑吼，好 ，OK。好，啊，咱嘛，咱来改进咱的错误的言辞的地吼，咱爱来改进吼。第一就是讲，莫去讲一句啊，外省人，
台湾无外省人啊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讲外省哦，啊，咱个本省，我咱做变中国的一省，吼、哦，所以唔好讲外省人，爱讲啥？嘿，中国人对，因为台湾敢若两种人呢，做过分，一个就是本土台湾人，我头拄仔讲的，哦，高沙原住民甲平埔族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剩的拢种外国人，吼、哦，所以。中国这外省人就是原来中国人，迄原来外国人，吼、哦，你安尼甲分得足清楚啊，吼、哦。过来第二个，嘛莫讲专省，吼、哦，莫讲专省药房拢有得卖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专省咱是搁别人一省啊呢，搁中国一省呀，吼、哦，这唔对，吼、哦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袂使讲专省，爱讲啥？全国啊，嘛唔对呢，嘿，爱讲全台湾，因为你讲。全国做，咱做跟日本无同国去啊，反正靠家己去变一国去啊，做独立去啊，哈、哦，爱讲全台湾，哈、哦，好，啊，过来，嘛莫讲大陆，好、哦，因为大陆太济了，因为有欧洲大陆、有北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、哦，非洲大陆、亚洲大陆，搁一个澳洲大陆，拢总有，你讲迄个大陆到底是几大个对一个，哈、哦，爱讲啥？哎，嘛是爱讲中国，嘿，对。好，过来，嘛无讲省道。其实呢，中国人来台湾实在有够闹开。台青来台湾，治理台湾212栋，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，纵贯线开落到迄个恒春啊。是日本人来台湾了，甲铺桥造路，甲咱的纵贯线的这个公路开通。啊，所以，先到咱来安怎称呼？纵贯线，嘿，较早有咱早期咱原来咧讲纵贯线，其实叫做台一线，啊，台湾第一条日本人为北开到南，叫做台一线，哦，因为台青的人无迄个技术，像迄个落水溪遐阔，伊无法度甲开用铁桥甲做过。啊，省道嘛，莫讲啥啦，因为无改省啦，因为你要走哦，要走这条台线，嘛是爱加油啊，无加油，要怎走？透外省哈。好，啊，过来，这句嘛唔对哈。迄、哦、阵差不多二十年前，哦，台湾经营卡巴，哦，中国人想要查甫拢要来台湾打工赚钱，所以拢为平潭坐渔船啊。为咱新竹的南寮渔港登陆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讲，有的位啊起来，啊有的伊迄个屏东的枋寮哪边啊登陆起来，好、哦、来咱家讨打工哈、哦啊。那么偷渡是一个犯罪的行为，啊因中国人伫台湾咧管台湾，所以因当作讲因的同乡。因遐人来台湾，像咧佚佗，所以甲当作偷渡客，其实唔对，爱叫做啥？偷渡犯呐，对嘿，爱叫做偷渡犯。啊，那偷渡会当讲偷渡这个犯罪行为，会当叫做偷渡客。哇，啊那迄偷给物件，或者小偷客，伊来恁家偷给物件是来做客，安尼吗？哦，伊犯一寡刑事的犯罪，无爱做刑事客。过来，咱来分析下讲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，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，是安那唔是国家？吼，咱来看，这是2004年10月25日哈，前国务卿这个鲍威尔，这个较早波湾第一次战争的时候，科威特战争，伊是指挥官，后来做到国务卿哈。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，因为台湾是美国。境外的国呢，台湾管的话是美国的国内法，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，但是暂时即马台湾伫咧当局，这里是台湾管治法的公法吼，伊、哦、咧代理管理台湾当中。那么境外的国呢，你听起来怪怪，因为美国人要来台湾嘛是爱摕因的 passport 开张入来台湾，啊，但是伊个用。台湾管治法，这个国内法在管台湾，
哦，所以我合作一个境外的国呢，好、哦，这看琉球哈，有别个君主占领是琉球人，那要去东京要进藏还是要读的，伊要向当地琉球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啊、哦。OK， 国家有伊个认定的标准，啊，咱来看要哪认定，讲是不是国家有四个标准，一个爱有领土。爱有人口，爱有政务，过来爱有啥？外交权。那么，这些人咱来看，台湾国，台湾也是一个国家。那么，台湾国爱有领土，爱有人口，爱有政务，爱有外交权。咱来看，台湾有领土，台湾国有领土无？无咧，台湾这块，台湾甲平和，还佫是本天皇的呢。哦，敢有人口？看起来敢那有呢？咱拢是人啊，但是咱的国籍都唔是台湾国嘅国籍啊。哦，咱是大日本国嘅国籍，唔是台湾国嘅国籍。哦，第三要有政府，伊讲有啊，阮即马有政府呢。歹势，即马即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嘛唔是台湾政府。哦，所以嘛第三嘛无。过来讲，阮有23个小朋友嘅国家呢，有建交呢。啊，即马剩22个吼，因为迄个，佫一个已经刚毕业吼，佫断交去啊吼。你家伊建交公报摕来看，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，唔是你台湾国派你的外交代表出去签的，所以这四样拢无，所以台湾唔是国家，吼。过来，有人讲啊，咱拢拜关公拜妈祖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。啊，咱拢用汉字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。啊，这逻辑哪会通？安尼好？那拜耶稣的吼，信耶稣的，拢以色列人呐、啊，还是美国人？好，啊那，佮讲的准，啊那迄个信佛教的这些拜释迦牟尼佛的，拢印度人。好，咱拢变印度人了。啊那用汉字是中国人，安尼，较早韩国，啊，包括今麦日本。嘛，还可以用汉字啊！日本人拢变中国人嘛？好、哦，这个逻辑未通啦，哈、哦。OK， 这个文字啊、哦，只是为了用强迫统治的，哈、哦，要求你爱会晓我的文字，你才会当来做我的官。哦，安尼台湾人就会去学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不一定啦，哈、哦。OK。过来讲是安怎爱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哈、哦？即咱用以日本琉球来做一个例，哈、哦。日本琉球由美国君主占领，伫1945年4月7日，尼米兹率领伊个航空母舰战斗群，哈、哦，去攻打琉球，把琉球占领了，哦，伊就属于成立琉球海军军政府，要。佮个即个军政府交予陆军来管，吼、哦，叫做陆军军政府。啊，尾啊，因为琉球人是讲自己，美国军政府遐军人拢讲英语，啊，若发生纠纷，哦，啊，就真火咧啊，啊，维语袂通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依照迄个军事占领法吼。哦国际占领军战争法啦，哈！伫军事占领以后，占领军就爱甲当地斗三公来组一个当地民政府，和迄个民政府伊拥有司法、立法、行政三权拢有，来管因当地老百姓。当然，美国啊、哦，军政府就爱找亲美一挂琉球的当地头人来士绅。用琉球人的这个士绅，哦，来管理本地琉球人，安尼纠纷就较少。啊、哦，因为你讲琉球人，因原地日本的驾驶是伫个右边，因开车是左边去，右边回来。啊，美国人是韩道路伫左边，开车是右边去，左边回来。我开了都不是嘛小龙，哦，啊，所以。都要有琉球的民政府，
哦，来管理这工作哈。好，啊，这两千零六年这个抗美案哦，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。在两千零六年十月二日，林志升，咱的秘书长哈，伊带领两百二十八人去抗过美国哈，美国政府。那么在两千到两千零八年三月十八有判决，哦，联邦地方法院有判决讲本土台湾人。无国籍，啊！这本土台湾人就是 people of Taiwan， 就是属于台湾这一块土地的人，就是讲原住民的对啊。原来在底下平埔族啊，是哥沙族。啊，你呐，台湾关系话，电管所讲的就是 people on Taiwan， 这个中文是 on Taiwan， 就是讲只要你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，拢叫做 on Taiwan。哦，他们属于台湾的人不赶快哦。但是伊敢那电话，你敢那判呢？呢，咱要个会这样上诉，所以咱个上诉了哈。啊，这里哎，该做的，作为本土台湾人的定义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，迄阵日本天皇都宣布投降，迄个时间，住伫台湾的，即个咱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包括所传来的后裔。拢总是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因为迄阵也无外国人入来，中国人也未接受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派部队入来台湾，所以迄阵咱台湾也足单纯呢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即马来要办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，拢一定爱迁到日本时代的户口填本，吼、哦。安尼才能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。那么，咱个上座了，到2009年4月7日，日本的联邦高等法院判决，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要生活伫政治的联邦当中，吼、哦。因为即马这个政府唔是咱的台湾人的政府，啊，国际上大国家拢无甲承认，拢是一挂小国家是用买的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个继续上座。2009年7月7日，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，哈，这有一个案号，哈。啊，这是咱本土台湾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，哈，美国是征服者，啊，咱是被征服者，哈。所以，伊个联邦，咱是向伊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、依照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，包括美国的宪法所提出的告诉。过去到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无地好提啊嘞，吼、哦、一定爱判。但是美国这个本案的被告，美国政府伊的代表国务院赶紧宣布放弃抗辩权，因为伊知影讲哪个都要攻防，伫法院遐咧争辩吼、哦，有足侪美国龌龊的代志，也许咱的律师甲掀开，吼、哦、爱做歹看。啊，那联邦的最高法院若判决落去吼，美国就爱。执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，吼，所以，为啥来说明讲，这就表示讲，美国法律来讲，来讲，比如美国政府呐放弃抗辩权，就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对原告做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、甲叙述的法律见解完全正确，吼，国务院隆重确认，吼，所以联邦的最高法院。就宣布讲搁置本案待审，哈、哦，等待适当的时机。当然，台湾民政府准备好，还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国防部拢准备好啊？伊才会去把这个案提出来审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就表示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0几年来诸多刑事哦龌龊的代志，无必要去抗辩，表示全部确认。法院要求金毛爱依法正确行事，爱依照什么法？就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规定来做代志。所以咱一直在讲，咱来回到历史原点，爱回到来《旧金山和约》。《旧金山和约》才会救了咱台湾人。啊，那《台湾关系法》是去保护着中国人，哦，当然原来也保护着咱台湾人，无唔对。但是这安尼会混淆伊哈。一直到头拄仔讲的这个搁置本案待审了，换美国政府哈，
甲咱斗三工吼，协商了，互咱台湾民众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作。啊，这个七月七日，这个日期真重要。你注意看，菲律宾独立建国，伫1946年，伫美国的斗三工之下，因独立建国，吼，美国随佮承认，啊，这是美国佮斗三工，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七月七日。啊，那么咱的台湾民政府，前那美国也算这个日期，叫咱去华盛顿这个美国的首都挂牌运作，吼，而且佫伫9月8号。双方协调，伫美国首都世纪饭店举行咱的挂牌庆祝酒会，吼，啊，美国国防部、国务院、国安部、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参加，吼，美国甲要几百个贵宾来，吼，啊，这个就是咱伫世纪饭店的庆祝酒会，吼，2010年9月7日，啊，你注意甲看哦，9月7日佫啥物事？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吼，51个国家伫美国的旧金山。签署的日期，好啊，隔年呢4月28日，哈，旧金山合约开始生效，哈，所以这嘛真有意涵，哈。那么今年咱伫2013年的，嘛算旧年了哈。9月7日，咱又搁去遐办第二届的国际记者会，哈。这个世纪饭店是足有名的，所有美国一挂重大的事件，重大的。这个记者会，吼，美国要开记者会，拢会来这个作为历史性这个饭店来开，吼。这饭店你要遐开国的记者会，唔是随便就当开的，吼。那么，咱2010年10月7日，就随组建咱的第一届国务内阁，吼。随后依照战争法来报予美国各行政单位，吼。那你时间够，我可能爱赶一下吼，赶较紧嘞，好，这跳过。好，啊，那么咱有完成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草案，有送予这个美国，吼，报备。但是咱送予美国，咱是送三遍才通过，头前两届送的拢又拍断啊，到第三届修改了，才差不多了。美国就准咱讲，会当依照这个。来自为合法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，哈，咱要有法源，才会当发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哈，啊，这就是咱的法源，哈，好，后来咱来看讲，是安怎，咱会伫2011年12月20到23。组织150个台湾民间为那个什么，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参拜39100的这个台湾英灵，哦，伊阿个做慰灵祭。我咱去第一届去，日本那边靖国神社都用这个政府的规格，哦，给咱交代。哦，啊，这是咱伫外口翕的纪念照。你注意看，这个靖国神社有分。外殿一般日本人伫外口遮吼，拍两个扑啊，行礼，安尼因着算讲祭拜完成。啊，咱是许邀请你去中殿，去啊念祭文啊，咱个高沙族跳箭步去慰灵，因为迄个39100名，大部分拢是高沙族吼，当初个高沙义勇军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南太平洋战争替日本天皇战死个。咱台湾人吼，啊，过来，咱佫邀请你比较上来对内殿吼，伊啊祭拜，啊，即从伊到内殿，迄就是差不多内阁阁员开一点离别所在啦吼。好，过来，咱每年的12月23日本天皇的生日，咱拢去佮祝圣诞哈。啊，这个因的皇居历史上头一届同时出现两种旗啊。这个日本国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吼，这几啊百年来，大概拢敢若这支旗啊出现啊，都为2011年12月23迄天开始，咱连续三年，11年、12年、甲今年、甲13年，咱去咱的旗啊拢出现，哈。好，那么到底流亡的中华民国因将来要安怎？
因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已经裁撤啊，哈，已裁撤，你注意。干那改做指挥部呢？目前即卖两二十一万五的兵力，到尾来裁甲剩一半，还剩十二万人。那么，剩指挥部啊，到底上你发号施令，就是美军呐、啊。那么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爱撤退去金门、马祖、甲福建的平潭岛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平潭岛伫2011年10月30日有一个海峡号，平潭至台中港都已经锁航啊。哦，啊，这一辆载200几台的车，爱辆一几啊百个人哦。啊，伊过来。去年10月7日，海峡平潭到台北港，嘛是首航，这个一张嘛是2点半钟来到哈、哦。而且一张240台的车，哦，还一张载差不多760人的旅客，啊、哦。去年运量差不多大概18万人次哈、哦。啊，真趣味就是讲，因联合报去报讲，那台北港会比台中港会稳较侪人，那台北管区吼，拢中国人较侪啊，所以台北就拢和咱讲叫做 China Town 中国城哈、哦。好，啊是安那美国会讲，那台独台湾独立代表战争，啊咱一般来听来讲，哦台独代表战争是阿强阿要甲咱拍，其实唔是，哈、哦，是啥要甲咱拍？咱来看一下，美国的前国务卿、副国务部长，这个佐利克伊所讲的，哈、哦，这个，伊这个中评社哈、哦，香港伫2008年迄个13讲的哈、哦，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哈，伫、哦、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的听证会顶管明确表示，我讲清楚，台湾独立就是战争。哦，这是做者美国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，这么率直，甲台湾、甲台独、甲战争紧密挂钩。哦，这是过去真罕见。哈、哦，佐利克讲，这是因为，佮我甲话讲较白，独立代表战争，这是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，包括海军陆战队这四代军将来打台湾。因为呐，台湾是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牺牲遐济美国大兵，我航空母舰和你个日本个神龙特工队甲我轰沉落，飞行机互你拍载落来，即个战争债务你还袂还我，啊！你要甲我台湾提倒啊？琉球是开美国政日本政府，甲美国政府协商。赔3亿2000万美金，迄是41年前，哦，迄阵美金是足大银嘅，吼、哦。那么我等下讲，咱台湾还佫有两个债权人啦，哈、哦，唔是债权人，两个主人，一个是拥有所有权证嘅日本天皇，一个是拥有台湾嘅借款嘅美国政府。哦，这个战争债你也袂行啊，等于。日本天皇的这个台湾甲澎湖的这个所有权证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无现金赔美国，只有甲台湾甲澎湖这个所有权证抵押伫美国手里，即美国握有台湾主权，但是握有你注意，握有不代表拥有哈。就刚才讲，你第二路看了男女朋友手牵手，握有。但是人不一定要给你，不一定要给娶你，吼、哦。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，吼、哦。所以独立要战争是美国要跟咱拍，哈、哦。这是债权人，就跟他讲，你若借人钱，我人就抵押在你手里。啊，不然伊家提伊袂掉，安尼你敢袂受气？吼、哦，伊要提钱来还你，吼、哦。就讲咱甲咱个厝甲地去甲银行借钱，啊，咱就设定抵押伫银行手里。
啊，你敢有可能讲要阁甲这个厝地阁卖一届？你一定爱先甲钱先互银行先清楚了，甲迄个抵押涂销了后，你唔该等甲这个厝土地来卖别人，吼、哦，这点要弄清楚吼、哦。所以讲独立，就是你若无可能甲美国甲赔偿讲好，你若要独立建国有路，但是爱经过五个坎站，你要照步来啊。哦好啊！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，啊，这个跟头拄啊台独代表战争讲意思，这块土地有主人的，你袂使讲中国人来这住68年，了啊，得咱个就来公道，讲把这块土地变作咱中华民国的，还是咱台湾国的，袂使啊！而且美国讲袂使公道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。台湾顶上带两种国无同国家的人，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国人，那会使做公道？就敢若讲恁家的厝，你要装装潢，你敢会去招隔壁邻居来公道？讲啊，我壁纸要打什么色？无嘛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另外就是讲，美国作惊讲。台湾人迄个68年迄个国民党的愚民教育哈，甲咱乌白教，教到台湾人拢变做中国人。伫安尼情形下，那国民投票讲咱拢要统一，哇，迄代志大条呢。咱来看2008年，马英九跟谢长廷选，谢长廷输200万票。啊，马英九因爸讲伊讲。因为中国人就是要终极统一啊！啊，到2012年，小英气者还好，嘛要输80万票。啊，你若甲这两届流亡中华民国总统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哇，咱输呢！我这代志大条呢，好对不？好，啊，现在美国要爱咱台湾民众爱训练4000名，甲荷花41万分呢。台湾政府收文件，这是一个等于美国回来的基本门槛。伊嘛就要测试讲，你有这个能力训练4000名出来无？啊，你有能力去广为宣传，叫41万分的本土台湾人出来签这收文件无？这是从一个基本的门槛。啊，你若真若无法度达到，表示是咱执政的有问题嘛？好，啊，所以咱就要赶紧招人来。赶紧来受训，啊！受训者就是要起码，咱家等于种子教官，咱有受到这个法律的训练了，对台湾的地位有清楚，对咱到底什么新闻地位咱了解了，咱较袂去事事行拢要跟美国对抗。像即款民进党、啊国民党、国民党较优秀，伊拢跟咱教育讲，要予咱反美。反日，你甲注意看马基奥，吼、哦，去年马基奥迄个事件，伊个日本的男朋友，吼、哦，拍咱台湾的这司机，吼、哦，电视连续报个几礼拜安尼，透早报个暗，就是要咱反日。那么用毒美牛的事件，吼、哦，来予咱台湾人反美，讲我比国真要求，用毒牛肉，吼、哦，瘦肉精的牛肉要予咱台湾人食。哦，要予咱反美反日，其实会当保护着台湾的，就是美国甲日本，因为美日安保条约内底包括伊这个周边有事，就是包括台湾，所以呢，阿公来拍台湾，日本甲美国拢爱出动出来保护台湾，哈、哦。啊，中国人就上不爱和日本甲美国停咱台湾，啊，咱也停因日本甲美国的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。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迹象，真侪人讲，哪有美军占领台湾，我拢无看到美军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来为法律来看，啊，为一寡迹象来看。好、哦，这是美军是占领台湾有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，这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拟定，在1945年8月17日，好、哦，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。在1945年，嘛一诶9月7日，
伫日本的东京湾迄个秘书旅舰，吼，对日本受降日来发布命令，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日军的投降。你注意看，用命令哈，因为当初杜鲁门哈是所有盟军的统帅，啊，所以伊所核准的命令哈，命令蒋介石，譬如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区战区的总司令。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，哈。那么，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，所以有权利来分配对一个盟军来占领，对一个占领区。譬如讲，北纬三十八度以北，就是北韩，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，爱向盟军呢，苏联军远通区的总司令来导航，啊！你注意看，迄、那个一号命令电管有写苏联这个国家，但是唯独命令蒋介石电管无写中华民国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，头前无国家名，这是美国厉害，因为伊在讲战后共产党跟国民党一定会国共内战。到底什么人会占领，也唔知影，所以唔敢头前号国家的名去哩，吼、哦。好，那么北纬十六度以北，印度支那就是北越，爱向嘛是爱向蒋介石导航，啊，迄阵哦，包括台湾跟澎湖是爱向蒋介石导航，所以蒋介石就派陈仪来台湾，哈、哦。过来就这样合约。哦，1952年4月18日生效，伊的第二条 B 是要求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俩。哈、哦，第二十三条确认美国是对日本，我当然这日本就包括台湾，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新闻。哈、哦，过来对日本的合约所拟定，包括跟51个同盟国的协商。这是迄阵的杜勒斯所主导甲分配，啊，这是杜勒斯是美国总统甲聘任做特使，啊，伊跟其他的51个国家协商，哦，这工程偌大呢？要安怎草拟这旧金山和平条约？哈、哦，啊，这你看，拢从美国咧主导甲分配，啊、哦，表示真正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台湾关系话。在1979年4月7日才订立，但是伊追溯到1979年1月1日生效，因为爱追溯到开始当看当初的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连结，哈、哦，接完了这个另外一个占领的授权书了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过来法，美国因为众议院在美国拟定了。经过参众议院高票通过，连拟定的时拢无堪咱台湾人参详，哈、哦，所以是一个国内法呢，哈、哦。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依靠权力甲这个义务来订立。咱拢唔捌听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，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。哈、哦，竟然有一个国家伫呢国内定法律，啊来管其他的国家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只是因为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关系。好，来，过来，1982年，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6项保证。啊，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，要签《巴黎气公报》进程哈。迄阵台湾人心惶惶，包括中华民国国民哈、哦，因为作惊讲，哇，台湾要和美国出卖啊！因为当初1949年。国共内战当日这个时，蒋介石贪污腐败，吼、哦，哎呀，这个战争吼、哦，一直败，一直撤退。美国发表一个对华白皮书，迄个是压垮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迄个发表了，人家国民党哦，输甲真啊痛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撤退有够紧的。但迄阵。中国人做个生文字游戏耶，伊拍输吼嘛，讲甲敢那拍赢呢，
我估计应该报作啊，好，说下来，伊讲我军转进，伊怕败的讲怕败呢，伊讲伊不被讲撤退呢，我军本来伊讲安尼爱撤退啊，伊讲我军转个方向前进，撤退怎么讲呢？因为你来讲撤退，跟他怕败啊嘛，哦，红怕败伊就讲我军转进。神速哦，佮加一个神速，安尼看看个，敢那作搞的吼。我军转进神速，一日千里啊！哦，你看咧，走个离阔开呀！我军转进神速，一日千里，共军追赶不及哦。听个改成作搞的吼，你看因够厉害吼。啊，即马就即马，惊讲即个嘛，佮签即个巴西公报哇！台湾的迄个美国卖，所以迄个时阵蒋经国真紧张。迄阵台湾有钱人、中国人有钱人，拢一直咧办移民，想办法要出国，把家产拢卖卖咧出国，要去避难啊！讲阿强要过来啊！讲，好，所以伫这个情况下，蒋经国就动员伊个这个美国这个外交系统，要求讲雷根总统无理吼。台湾即马足动乱的吼，民心惶惶，无你嘛发表一个啥物文告吼，来安搭台湾人的民心吼。啊，所以雷根总统就发布这个对台六项保证。啊，咱来看讲，伊这个六项保证是拢讲啥吼？第一，美国无意义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。好，啊，你这个对台，你这个台吼，迄阵已经。1979年就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，所以这个台是台湾治理当局，你莫讲这个是台湾人哦，这个莫错误认知，这是台湾关系法来的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治理当局嘛是中华民国啦，哦，就是嘛是要伊来管哈。过来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，首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。第三。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，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、军事武器的销售了哈。第四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，哈。第五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，美国未施迫压力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。第六。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讲有主权这个主张，哦，这六个对台六项保证，哦，这一个发布了，台湾人就较放心嘛，哈，就民心稳定落来，哈。但你要检讨个，如果咱那看美国无啥物关系，那雷根总统都要个发布对台六项保证，哦，真还是骗人。这是美国总统的权利啦，哈！当然，这个无正式的条例，好，这是只是美国的权，总统的权限，啊！而且所有这个六条，尾啊嘛是有，因为行政部门各部门拢有遵守这个咧行，但是尾啊阿强啊开始强改了，好，美国就开始两手策略，就是你呐。你中国若配合美国，啊，譬如讲911事件，美国咧向开打组织哈，阿拉伯人家的圣战组织发动这个反恐战争的事，阿强啊，你若配合我美国，安尼我就三不五时啊，就发布消息讲，我无要卖武器给台湾，哈，啊，就等于把台湾给阿强看，给阿强欢喜。但是你若阿强阿无配合的时，爱着讲一个发布，啊，我即个准备买啥物高科技的武器，要台湾，好，台湾这个地理当局，好，这就是一个两手策略，好，啊，阿像即嘛，伊卖咱 P-3C 反潜机，好，卖12架，啊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30架，好，最近高机哈，啊，那这里佫高6架来，啊，你看，啊，进前。顶个月所交的迄6架，五天后伊就甲你宣布讲，
哦，迄、那个传动轴内底有一个螺丝有问题，迄安尼飞起来危险，拢总停飞。好、哦，啊，美国嘛是希望讲，因为军事工业会当趁钱，你来甲我买武器，啊，佫拢买遮贵，其实迄就是嘛会当讲一个保护费啦。你中华民国住台湾，你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才会当伫1949年到咱恁遮难民才会当。来台湾遮暂时栖身的，那无我，恁有通啊住遮？恁早都拢要阿公啊，台死啊哈！我若卖互你来，恁伫中国拢爱阿公啊，拢一定拢台，甲恁台死。所以我那基于人道精神，我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互你活到今嘛。啊，你说阿免回馈一寡资金互阮美国？会使讲对中华民国的一个收取保护费，啊！你表面上我有卖你物件，啊！你有提钱给我，我有赚到钱，但是武器袂使我白当，哦！所以甲你叫你袂使五工啊，或你算五工就叫你停飞啊！哈 ，OK。咱唔捌听过讲其他的国家对咱台湾有任何保证甲承诺，这那无相当关系，就敢若讲男女朋友关系，那无发展甲讲查甫要。甲你求婚啊！吼、哦，发展到一个感情一个程度啊，一定甲你保证讲啊，你来嫁我吼、哦，我保证讲，我每一个月3万块，互你买衫裤，啊5万块，互你买化妆品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对我一定足够食困的，吼、哦，幸福快乐。你无安尼讲保证，咱要嫁你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一定有发展到什么关系？啊，咱就是有占领的关系啦，哈、哦。过来，咱来看新竹的乐山基地，是安那挂美国国旗。这个普鲁爪雷达是全世界上先进的，好、哦，啊，伊设立新竹乐山海拔2600公尺的高度，迄、那个发射的雷达会当侦收到差不多3000公里的半径，侦收到内蒙古，包括北韩，伊个大浦洞的飞弹咧起下，拢侦收会到。那么，这是咱台湾人纳税金，和中华民国去甲美国买这个设备来，拢是美国人来安遮安装。即卖伫内底咧操作拢美军，只是拢穿便服，哈、哦。啊，咱台湾人开300个去到一半，马英九就总统，美国国讲，你还阁开到100亿。爱增加这个加密设施，因为美国惊讲，马英九起来了，有一挂机密的设施的资讯会外流，所以爱个加密的设施爱个开到要成百，所以拢开到要400亿，是咱台湾人交的税金。结果他顶晚挂美国国旗，这代表这条土地是美国的安尼。好、哦，台湾人那笔钱，和美国起这个设施。啊！遮所有得到的、侦查到的情报，是拢链接去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手里呢。美国伊要分享这个资讯，何里无？看伊欢喜，还是讲较低阶层的资讯，何里中华民国三军参考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就两讲，就是还是美国咧控制台湾，咧占领台湾，哈、哦。过来，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咱台湾人咧赋予啊？你去旧年，差不多三几月啊？屏东小琉球的渔船一个船长，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哈，用枪拍死哦。马英九就安尼摇摆啊吼，就先派什么上大只的什么德新舰的这个海巡署的德新舰出去啊，老百姓咱台湾人无欢喜，讲太派呢。好、哦，啊，就换佮派基德舰出来，佮派幻象，佮派只 F， 佮派 F-16，叫个幻象载一只落去，阿袂开战，阿袂啥物做了啥物工个，幻象来载一只 F-16也载一只，哈、哦。你来看，这是基德舰，结果顶管是美国的旗啊，代表这只船的发号司令是这个人。这个只是听命行事，好、哦，安、啊、你就知影讲到底是对一国咧赋，甲咱台湾人赋予啦，哈、哦。
中华民国三军的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是伫美国太平洋的司令部手中。好，安尼就知影了哈。好，美国核电的意义哈，你若当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，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，白宫的核电，这都啊，敢那像当初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。和蒋介石同款一脉相承，哈、哦！啊，咱来看2000年阿扁的连任，哈、哦，3月19迄天，319枪击案，迄阵第一届是连送无合嘛，哈、哦，即届是连送合在一起，伊是讲稳赢的，所以阿扁啊调情了，有敲电话甲连送参详讲，啊，敢要阁选？连送就讲。从马仔呢票投了，我就是中华民国总统甲副总统，算了，阮稳赢呀。结果无想到讲，迄、那个枪击拍来台湾人拢起膜拜，本来不爱出来投，拢总统出来，说赢一个20000+好无？拄啊赢0.228，哇！这跟28之间那英零，敢那有关系款？哎，拄好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那也足唔甘的嘛，所以去霸占凯道。占几礼拜吼，啊！迄时阵，另外咧等待美国白宫的贺电，迄个心情，迄、那个机应该拢足深的嘛。哦，你阿想，连续差不多一礼拜贺电拢无来，阿扁啊，迄阵就去甲美国的这个 AIT 的这个下心，这个查某的吼，伊阵交情袂歹，甲问讲，啊，是那美国白宫的贺电无来。夏进真正在，我呐敲电话去白宫问，白宫个迄边个回答讲，只要恁中华民国的中山会，恁若把迄个当选的证书伫公告栏打去，我的贺电半点钟来就到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迄边嘛有一挂外交系统的人，知影有这件代志，所以就拢起来咧动，不爱乎迄个中选会主任委黄世成去打。但是双方底下 QQ 六六嘛是有打起，但打起迄瞬间就连袂用拆去。但是卡面来速度够快，伊咧连拍啪啪啪就翕到啊，把这张相片传去予美国白宫，所以半点钟来贺电就已经到。所以这个哪样一看大势已去，伊知影讲美国已经声明陈水扁是已经连任成功。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所以伊开刀遐个拿军人就溃散了。好，为遮个点讲，其实较早蒋介石只是依照1号命令来，一直团到尾啊，改中华民国是用算，诶，总统是用算啦。啊，即你也点个动作讲，本来是较早美国好用鸡排讲。比如讲，你要讲一个公司啊，比如讲哦，麦当劳哈，美国麦当劳总公司伫台湾有开一个分公司，那么美国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这个台湾分公司。好啊，即马民主自由了，该何人用选的转台湾这个总经理哦，即马即个选到啊，比如讲陈水扁个连任个选到，嘛是爱美国这边的总公司。伊当时会爱有一个派令，哦，准讲哎好，准好你那算出来，我甲你认同，准你这个会当做台湾的总经理，这个贺电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啥物人是头家，你就知影，好、哦。好，啊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，哈、哦，我就讲到遮，哈、哦，明仔有机会，再去向大家报告，多谢，下课，谢谢。各位同心下课休困，啊，楼卡餐厅有点心会当用，谢谢。